技术年轻，精彩花式漂移，小色子点五人都看呆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哇哇哇！哇，成功了呀！你刚哇哇哇，什么情况？成功了呀！居然成功了，这么啊！可以可以，拿下了拿下了。这不是，这还配 MVP 啊？就差一点，我于哥下赛季把天赋带到竞速。可以，这么快？哦，这么快！你看我们没骗你，我们最快能跑36，我们跑45，不想骗你了，就这么快了。明明这边怎么这么闪呀？什么？什么啊！我传球怎么传出去？被传好了。而另一边，破空飞鱼被骗到未同线，你们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来了，最想看的是龙金湖。赛前三人，龙金湖，国服哥，我得叫你国服哥了。国服哥在那儿啊！你们跑多少啊？我跑45，不说了。我真不信，我都跑44。没有啊，国服是43，我们只能跑45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不想骗你了，就这么快了。我忙不错了。4.87。哎呀，有三次，我觉得已经有点出意料了。我于哥只能说有点难受，就差一点。我于哥下赛季把天赋带到竞速。可以。这么快？哦，这么快！你看我们没骗你，我们最快能跑36，我们跑45，不想骗你了，就这么快了。是，我40还没进线。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赤焰啊，你节目效果爆炸，终点前爆笑操作，碰死第一。哎，这把看我吊打你们！我吊打你们！我这个一号可是单吃过。RW 玲珑的48，明明那边好吗？没事，这把我就这把我单吃你，等于我大于玲珑，一再进你一，你单吃的不是我呀，问题是？好啊，这把就单吃你。导播视角。哦，台上在争论些什么？台上就是想要让这个耳麦里面尽量的变得混乱，对，然后让子弹没办法去指挥。哦，原来，所以这样打的就是个人能力，对。选手视角。导弹往前打，两个天使，这边防有点多呀，那应该要。好的，这一个墨汁直接让明明。啊！子弹啊！又是他，又是子弹。我的。开心开心开心，洗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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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我雷了我雷了我雷了，什么什么？你在开啥？你在玩什么啊？我点那个取消点不到，你在玩什么？哎呦，在玩什么？我都怎么回事？我最后一关没看懂啊！我点那个新的取消没点到，哎呀，有内鬼兄弟。这不是，这还配 MVP 啊？就这，赤焰啊你，单期我给你了啊！雷霆狮子，他都到终点了，你才给我。那狮子又来了，但是有两个磁铁。哦，这个张飞3打1，看补道具吧，看这波道具怎么补。哎，补了个单体，前面来了个盾，刚好又给了。最后一刻，这边磁仔吃了个，哇，直接还是磁仔。我有解，我有解，你要解跟我说。解解解解解。我说解谁？我听到他说解解解，我给磁仔解了。哎，给我逗笑了。解个屁呀你！我没加速啊，我后面没加速了。加速我给你了，你没用。谁老是传个加速给我，在第六老传个加速给我。他到终点了，你再给我。直踩到终点了，有的传个氮气给我。那不废了吗？我来不及开了，已经，我都服了。我都把你超了。对啊，你一直输都有两分的。嗯、对呀、啊，两局两分，就我两分啊，带不动啊。我怎么六分？我们都是两分啊。我们都是两分。对啊。你们是躺赢的，一个直踩带一队躺一次，一队输一次。对对，躺赢的又躺赢了。哎呀，上把不知道谁氮气，别人冲线再给我，都不知道谁呀、啊，我都服了，给慢了呀。
不知道谁那个有一个猴子，有个猴子真的传上去给他第六了，传了三个给我的。我追了好久，那个喷躲了好几个。看到了，你单区如果先喷，我应该超不了。没有，你已经冲刺完之后，那个单区才给我。到终点线了都。极速临近，精彩花式漂移，小车子连五人都看呆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哇哇哇！哇，成功了呀！你刚哇。哇，什么情况？成功了呀！居然成功了，这么棒！可以可以，拿下了拿下了，强行拿下了，陪你们一起喝苦瓜汁了呀！是叶拿尼暗算狂飙敏敏，现场反主猴王僵尸。敏敏这把没上来，我你好，怎么说要做事吗？可以，果然敏敏要来了，上来了，不会吧？敏敏这边怎么这么闪呀？什么什么啊！我传输怎么传输会被传好了？而另一边，手感还是不太一样，对吧？哎呦，有想法，卡位，有想法，卡位，还把你，还把敏敏撞到后面了，哇！这要我忍不了。这不气死了？对啊。好好好。还是你专业啊？可以吗？学一下的吧，这是有用的。默契道具赛，月上通识磁载体验卡，拥有磁载的月上。我月上跑远了呀，这一局只能是月上冲线了，是吧？不仅冲线，估计还要以绝强盗。这真的磁带在那哪赢吧？一发二击，没上呢。哦，爽！这就是一骑绝尘的。哎，严哥一直说，我应该不是笨笨。啊、嗯，不是风仔，风仔这个白狼起步分没点到是吧？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你才换 B 队，磁带换 A 队。啊！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混啊？现在。失去磁载的月上，哎呦，这真的，我们也要共享你。是的，好好好，啊，终于赢了，哎，赢了，哎呦，烦死了。直到比赛结束，不是七局才是，但他也没有七冲啊，但是他的气量没。哎，好好好，不给氮气呀，刷不到啊，没氮气啊，米神开个盾。我看到你开电视，他在那开。我也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